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要安排我们开始的节目。首先带来的第二个节目是由我们嘉义爱尔堡小幼班小朋友带来的奥湖演出。那这个奥湖音乐呢，今天所看到，你们看到上面舞台上的铁桶、塑胶桶，哇，还有瓶瓶罐罐一大堆，上面好多的小蜜蜂都在上面啊，哇，今天呢，他们可要为大家来演出这一首非常特别的，来自俄罗斯的作曲家，我们的维克基·纳萨可夫的《大黄蜂进行曲》，献上给我们所有的贵宾共同欣赏，来，掌声鼓励欢迎。